出漂流，八戒侧漏，什么时候他人生要听你要求，别说规矩，没有规矩，上天入地他只愿听从他的心，历经磨难求人不如求己，他到底算是老几，为弟弟改名修仙掌管一个亿，活出一切只求好好爱护弟弟，别再问他是谁叫的是什么名字，听好了我、哦、他名字叫谁无毒，三毒了的毒，三毒了的毒，所以他到底是谁，是个什么东西，凭什么随随便便就要上天入地，听好了我是没有